好，那你可以穿小可爱。然后就他今天还是穿比基尼，穿比基尼了，哇！因为我很少看你穿比基尼。对啊，很感人嘞，谢谢你为温泉带杯。因为我就是出了写真，嗯，所以我想说，对，要卖肉，一定要这样子。比基尼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跟你说，那个待会我们要玩游戏，你才可以宣传，要赢的哦。是这里这么难吗？是不是觉得误入歧途？对，我有点被骗过来的感觉。来，云乐的维基百科，它的本名叫曲云达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？曲云达是我跟曲艺合体耶，因为其实我们很少见面，也没有到非常熟。我当初会加入是因为在开车的时候，他说好像可以换一个地方发展看看，然后我就问了青乐，然后他就帮我推荐，然后刚好那时候有甄选，所以就很幸运的甄选上。那你原本是做什么的？我原本就是教跳舞，教小朋友跳舞，然后还有就是直接上演。好，那你的三围是30、21，然后屁股36，腰是24，也是标准身材，写真的身材。那怎么会想要出写真呢？蛮好奇的。我那时候就是有一天就进了公司，然后在翻我们就历届学姐的写真，然后我们刚好我们经纪人小乖姐她坐在对面，她就看我们办得很开心，我说哇，大家好漂亮哦。她说怎么样，想不想出一本？我不要。隔没到一分钟，她已经跟那个出版社联络好，就说她你要出，决定要出。可是我觉得你现在经营的蛮好的，因为他都会用那个粉丝 QA，然后他都会很认真的回答粉丝的所有的问题。你们刚开始出的时候会很焦虑吗？我超级焦虑。我们没出过写真啊，他有了。没有出过，会有点会不知道尺度这样是可以或不可以，所以这尺度算是大挑战。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有，应该算是其实蛮。我们等一下可以来偷看一下。我很期待，因为你平常形象是很可爱，有点可爱，然后邻家感。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出写真才有反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问一下那个网友的提问了。真假的？在炸裂吗？对啊。好，那请问有人说在炸裂吧女孩合作赛讨论的那一趴是效果吗？讨论哪一趴？这也太激烈了吧，太深入了吧。怎样，是很恐怖的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就是有点吵架。真假的？你跟谁吵架？跟你师妹吵架。好软吗？但我从来没这样吵架。是认真吵还是？真是吵还是真吵？那天开会的状况就是有开跟没开是一样，就是大家把歌丢出来讨论说哦我要干嘛干嘛，所以到后来就是 A 讲 A 的 ，B 讲 B 的，然后最后还是没有结局。在选歌方面的时候，大家就是有各自有选出自己喜欢的歌曲。因为是两队合作嘛，所以可能是希望是大家都有各点想法。对。然后我们那个白羊说就是让子队的唱歌可以怎么样，可以让他们处理，然后就是可能是队长处理舞蹈的部分。然后后来就是在沟通上面好像有点问题，加上我们那时候情绪很高昂，所以又大声起来。没有，我觉得是可能脸没有笑，所以他拍摄起来的时候会觉得你很没有礼貌，但其实并没有那么严重。所以会有网友讲说什么他们是不是吵架吗？我们被骂。真的假的？然后被误会说我们没时间走吗？我有看。那怎么办？你就说，但其实实际上并不是。有时候剪辑的过程会让大家以为你们在吵架，对，但其实我们并没有，我们只是在激烈，或者是可能没有情绪，就是比较私底下。我觉得应该是想要让这个表演更好，所以每个人都会讲出他意见，但我可能会一直笑笑的讲，对，因为两方就是有点争执嘛，然后那时候在沟通过程，情绪已经很不好，然后又要在那段时间玩这件事情，大家就有点焦虑，我觉得。而且其实你们那个很辛苦，因为听说你们那个录的节目时间很长。然后留很多时间，对，网友可能会有点误会，说我们比较强势，但其实也没有，因为我们其实是一起讨论主题，然后讨论主题的那个方向其实是只对他们的想法，因为我们是投票嘛，然后我们这边好像想了三个，他们想了一个，那他们还是以他们投票的状况下是他们的票数比较多，就是那时候有点难过，有点小误会，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去把它就是证实这件事情跟讲出来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欢迎豆啦。有展开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我现在帮你打给他啊。那现在就算展开了啦，就当下会有那个情绪，但是你当你离开那个工作环境，就完全根本就没有觉得很无聊、很小的事情。我们有一个朋友想跟你聊天。
开视讯一下。好丑啊！
信了。计时一分钟，准备，开始。留言允许暧昧，然后什么什么什么，就可以机会抽到鱼二的写真。